下面接下来是单脚弧线练习法，前面练的是双脚弧线平衡练习法，这个呢是呢单脚弧线平衡练习法。把这个动作练好的话，今后在滑这个左右转弧的时候，左右转弯的时候就非常自如了。在这个左右转弧转弯的时候，要有一个平衡能力啊，这个平衡控制能力就是单腿的滑行平衡能力。如果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啊，它有个单腿过程啊，这单腿这个过程，完呢还有个双腿过程，所以这个单腿和双腿过程必须有这种支撑能力和这种倾倒平衡的控制能力，你才能把这弯道滑得很好。通过这个练单脚吧，就练习你对轮的控制能力，增强腿的力量。这个力量呢是指两种力量，一个是静止的控制力量，一个是动的控制力量。这个难度比较大，是先从双脚开始啊，蹬加速一步，给它个惯性，从双脚开始，哎，过渡到单脚啊，从双脚加速一步过渡到单脚，是这种练习方法。特别是这个外人，这个难度更大，怎么办呢？那你就是呢，从双脚开始啊，慢一点的，完了把这个脚抬起来，让这个左脚呢尽量延长滑行的距离，距离延长了，那你对这个腿的锻炼这个力量就加大了啊，提高这个负荷的强度，这个腿部力量就增长了。下面呢，我要给学生们先做一个示范动作，是吧？这个从双脚过渡到单脚，是这样的，从双脚开始，啊，双脚开始，啊，倾倒好了，抬脚走一段，啊，上，走一段，啊，从双脚开始。哎，走一段，啊，做这一段是做到三点直线。如果扣不住，那你还是用双脚，逐渐加速。有了一定速度了，找准这个三点直线，身体位置摆正的情况下，你把脚抬起来，啊，逐渐来提高单脚外刃、里刃的滑行能力，利用这个八字形，全都练着了。注意身体啊。那个姿势啊，要做到这个三点直线，身体倾倒的时候啊，做到三点直线倾倒，身体不要往里头拧，这个轮要控制住，三点直线轮要正，啊，三点直线轮要正，波轮那个动作啊，就刚才你靠那看那上体啊，上体就拧了，你看，你到这儿以后吧，还是你三点直线过来。怎么过去？哎，是这个动作。先看，你刚才那身体做成这样的了。你看一正这样的，这个上次出现的错误，你看腿又进来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得注意这个三点直线，腿直轮正。三点直线腿直轮正了，你在弧线滑行当中才有自由，啊，这样呢才能用上这个力量，蹬地才有力量，而且那个蹬地是合理的，啊。那你再做一遍。单脚弧线平衡练习是难度比较大的一种练习手段，做好这个练习可以使你在弧线滑行中左右辨认的动作更加运用自如，提高身体在倾倒状态下的平衡控制能力。轴承是支持轮子滚动的重要部件，需要进行定期的保养，需要清洁轴承的轮子转动是不顺畅的。清洁轴承的方法是把轮子从底座上卸下，用工具卸下轴承，将其擦拭干净。擦净轮子轴承座上的泥土，再把轮子按原来的顺序装好。清洁后的轮子转动就会顺畅了。
下面接下来咱们练习呢这个跳跃练习啊，双腿跳和单腿跳。这个双腿跳和单腿跳就是为了增加弧线练习和转弯的时候一些基本功啊，因为这弧线当中这个转弯啊，划这个小的这个弧线的时候啊，或者是急转弯的时候，需要你运用你这个轮鞋的里刃和外刃的变换能力。你要想利用这个轮的里外刃，你必须有控制能力，高度的控制能力。在这个休闲的直排轮滑鞋啊，它就是呢锻炼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神经系统的反应能力啊，体现个性，展示自己的风采。你要想提高难度，那必须得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啊，从这些方法和手段呢，它都是基本功。你要想练得好，必须是基本功你得天天练，来增加我们这个腿部力量啊，和控制能力，高度的倾倒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灵活反应能力。这个内容的跳就是为下一步将来的这个里外刃的控制啊和这些跳练习打个基础。下面我来做一个双腿跳的示范动作，你们来看一下啊。那个这个跳的时候要求呢，落地以后啊，腿直轮正，比你那个肩稍窄一点，别太宽。正跳着啊，一、二，就这么个动作啊，一，控制好了，二，啊，这样反复练吧，这个冲击力量非常大啊，冲击力量非常大。一开始呢是低点的，轻轻的，掌握好理论了，掌握好方法了，你逐渐逐渐加大难度，加大高度，加大强度。哎，轻轻的双脚着地，哎，双脚着地，四个轮同时着地，好，双脚着地，同时轻轻，四个轮同时着地。下面呢，能把这个双脚跳啊变成单脚跳，啊，双脚变成单脚的，啊，双脚的控制能力有了，有一定基础了，通过一段训练以后，力量增长了，来逐渐逐渐的过渡单脚的。啊，跳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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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落地以后的腿也同样是三点直线啊。哎，轻轻跳，哎，停下，伸伸停下。虽然说这跳的时候吧，你这个脚呢就不是三点直线了，跳的时候呢也同样是三点直线的发力，是这样的哈，这不是三点直线了，这样发力，大跳起来啊，三点直线发力，这腿不能弯，发力，跳，哎，是这样跳，怎么样？腿特别弯，你弯了我就行了，身体呢还不能斜。落地以后身体还是这个直的啊，是垂直的啊，啊，哎，注意那个轻轻的发力，哎，注意发力那个，脚不要打踝，弧线滑行中的跳跃，主要练习你在弧线转弯中对轮的高度控制，强化腿部力量和双脚的平衡能力。接下来是倒滑交叉步练习法。倒滑呢，这是个最基本的步伐啊，你要想在前面找个支点，在前面咱已经练习过了啊，往前侧推蹬，腿过来进行交叉，交叉过程当中要求你身体重心必须落在你那个支撑腿上，啊啊，正好落在这个轮的正中间，啊，不能前也不能后，找准身体平衡了，两个腿交叉，交叉这里头关系到一个落点，你过来一下，
啊，这落点，左脚蹬完了以后抬起来以后落哪儿落呢？落在你的右脚的外侧，往这儿落，啊，往这儿落。完了，你右脚抬起来以后，你落在哪儿呢？落在左脚的内侧，是这么一个落点，啊，不能太远了，一太远了吧，在交叉蹬的时候，这位置重心就变了，啊，注意这个问题啊，是扎好这个平衡，两个手在前面，注意一下平衡啊。下面来，我做一些这个示范动作啊，是这么开始的做的啊，大腿交叉，交叉，啊，交叉，交叉，交叉。啊，交叉，交叉，交叉，啊，啊，你这儿放，身体重心放在这儿，啊，放在这儿，来，下面咱们呢，同学呢，分别的体会体会这个动作。哎，体会一下这个动作。啊，注意落点。啊，注意落点。哎，注意落点。好。哎，靠近。好。好嘞。佳宇，这个动作吧。就这个脚回来的时候，你看，你得越过它，哎，越过它啊，一定要越过它，越过它以后你才能够，你看，啊，越过它以后，啊，越过它以后你才能交叉，啊，这样来了，啊，过来，这个动作啊，哎，可以往右去啊，这两边都可以做这个动作了，是吧？哎，自己再体会体会来。慢一点，慢一点，抓重点是位置和重心。倒滑交叉步是倒滑的基本步伐，练习的动作重点是在两脚交叉时，重心始终控制在两腿中间，保持好身体的平衡。练习前，你可以先在原地进行交叉步的辅助练习，使身体提前适应倒滑中保持身体平衡状态的感觉。下面咱们来练习双腿弧线转弯的平衡练习方法。这个练习方法是在前面的基础之上呢，进一步来提高腿部的外轮支撑能力和体会如何蹬法啊，弯道的如何蹬法。往侧蹬，左边这条腿去平衡，右腿侧蹬，左腿外轮平衡，左腿蹬右腿的外轮平衡，锻炼这个两种能力，另外锻炼一种呢支撑能力啊，控制你的身体正确的姿势，这是一种控制能力啊。上体有控制能力了，下边就是我们的小腿啊和脚，你也同样有一个控制能力，既有控制能力，而且还有一个正确的蹬地方法啊。这一会儿呢，咱们练这个双推的过程当中，就初步要体会呢如何去蹬，外轮如何支撑，轮滑当中这个弧线滑行和这个转弯啊，在轮滑当中占了很大比重。一开始我就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呢做好了以后啊，对我们今后提高滑行技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啊，它又是基本功又是小技巧。这样的，先把姿势固定好啊，姿势固定好啊，右脚蹬完靠近左腿支撑脚，这个腰梁啊，这是练左面的啊，下面把它练成右面的，也还是这个道理啊。侧蹬收回靠近右脚支撑脚，右脚同样用外轮来做支撑啊，做到三点直线，
这个动作一定要明显，看着没有？先做着小圈，然后做八字形，这两个动作一定要做的明显。右腿侧蹬，左脚外人支撑，王蒙过来，王蒙，王蒙这个动作吧，上旋可以啊，就左脚，你看你现在站着，你看这不就倒了吗？这脚你站这儿呢，这么横的，啊，三点直线，不能脚不能倒，是吧？你刚才做有点这样的，上面对着底下不对，是吧？一定要做到呢，三点直线，啊，三点直线，这个脚不能倒，记得没有？嗯。哎，好了，开始。下面你们俩呢，变成八字滑。哎，哎，这个就好了，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基本功要求，哎，脚不能倒，哎，臀部过来，三点直线，脚不倒，侧蹬侧收，靠近支撑脚，双推弧线平衡练习是在前面弧线练习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外刃支撑能力，体会弧线的蹬法，使身体固定支撑能力得到充分锻炼。护具可以防止受伤，在滑行时应穿着全套护具，注意路面情况，不要在有水、有油、有沙子的地面上滑行。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其他行人的地域。接下来咱们学练的是弧线滑行蹬地法啊，就是在弧线滑行当中如何蹬地。首先呢，在这个侧蹬的时候，在这个弧线滑行侧蹬的时候啊，咱们前面不都练这个滑行姿势了吗？这是个基础啊，姿势站好了，你发力就正确了。所以要求呢，弧线滑行当中啊，就是呢，首先要求上体要放松，腿要前弓，大腿和小腿要前弓啊，发力的顺序呢是从上向下发力。下面一句话呢，就是呢上动下不动。上动呢是指什么呢？指着你这个髋部、大腿和膝关节这部分的肌肉群来进行蹬地动作。底下不动呢是指咋讲呢？就是你这个小腿、踝关节这个角度弓住以后，它不能动，这是根儿，啊，根儿不动，梢不摇，这是基础，这是根呢、啊。它根儿扎的牢牢的，上面就不动了，上动下不动，脚底下不能不动，不动指什么讲呢？就是这个踝关节啊，你蹬了以后，啊，始终不动，最后呢不要展踝，啊，就这样，啊，不能这样展踝，它不动了，上面就稳定了，啊。这是整个的一个蹬地的理论。啊，体会这动作，你看，上体不能动，啊，推出去，啊，推出去，推出去，推出去，啊，体会这动作，你看，上体不能动，啊，推出去，啊。哎，小腿前弓，好，伸手停下来，哎，啊，你这个又出现的身体倾倒了，啊，身体又这么倒了，这么倒就不是三点直线了，光前弓住了，这儿的关节这儿的关节开始用力，底下那
弓住，啊，弓住了劲发力，哎，再试一下。哎，利用这个大腿和臀部的力量进行推，小腿往上弓住了。把手拿下来也可以啊，然后帮助协调一下平衡，弓住了，左脚推蹬，大腿的力量，小腿弓住，往前弓，刚才同学做的吧，基本可以了。啊，基本可以了，这个要领啊基本对了，就是你用你的思想支配你的动作，想到做到，关键是踝关节这儿不能动，根儿不动稍不摇，这是最基本的一条，记住没有？记住了。哎，今天这个练习就到这儿。在练习弧线滑行蹬地方法前，你可以先在前底模仿重心的移动，体会蹬地的用力方法，在牵引状态下进一步学习身体倾倒后的三点极限，以及弧线滑行左右腿不同的蹬地方式。在滑跑练习中，可以变换不同的蹬地节奏，来强化进行弧线滑行蹬地方法的训练。这个动作叫做单脚 S 型过弯，这个动作是比较难的一动作了，在咱们练习过双脚 S 型过弯以后才开始练习这个单脚 S 型过弯，它对单脚支撑以及三点一线以及髋部的移动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在做这个动作的难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髋动，还是下动上不动。第二个难点是在髋动的同时，还要保证三点是一条线，鼻子、膝盖、脚尖儿，再做一个单脚支撑，这样是三点一条线，再做一个单脚支撑。而且要里外这儿变化，才能保证这个动作的圆滑跟协调。好，我再做一遍快一点的。Thank you.